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；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；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；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括注》第861页，861页倒数第四行，倒数第四行，真无所得，这是经文的第二句。决断以往，就能够证无所得。无所得，又云无所有，即空慧也，即无分别智也。智慧，有两种。一种叫根本智，一种叫厚德智。无所得，无所有啊，这是根本智。先有根本智，然后才有厚德智，没有根本智，就决定没有厚德智。厚德智是根本智的启用。启用的时候无所不知。无所不知的根本是无分别智。无分别就是空慧。那么我们可以说，根本智就是自性本定。佛告诉我们，智慧怎么开的？首先要明了，智慧是本有的。佛说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本有的。本有的现在为什么没有了？现在我们有贪嗔痴，
决断以往，就是断愚痴。愚痴要是断了，贪嗔自然就没有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痴是一切烦恼的根本，痴也叫无明啊，无明烦恼啊。贪嗔都是从无明烦恼里面生出来的啊，所以它是烦恼的根本啊。它要是断了，空慧就现起了。啊，真正证得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法的离体、现象、作用，皆不可得。无所得了，为什么？皆无所有。无分别智现前啊，提无相之真谛，提是体会，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其义自见，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理，一切事，一切相，一切作用，全见到了，也就是通达无碍啊。啊，这叫厚德智。我们把这个注解念一念，提无相之真理，自心无所执着，体会的诸法实相就是真理，自心里面的执着分别起心动念，自自然然放下了，无住分别了啊，这叫无所得。这里面还有很深的意思，有所得是妄念，是妄想，有所得肯定有妄想，有妄想呢肯定有所得。这是这一句话里头的秘意，即使能够参透，古德有一句话说得好，放下便是。这真的不是假的，放下便是啊。啊，《心经》里面说，无知也无得，
无德无所得，无智无所有，无所有无所得，你真的得到了。得到什么？究竟圆满的自信，究竟圆满的真如，你真的了，证得无所得，是法身菩萨，中国大乘里面说，明心见性，心就是无所得，心就是无所有，他能生万法。心经上的话真的，虽然它不长，只有200多个字，这200多个字展开细说，就是大般若经600卷。是佛经典里面最长的，600卷大般若浓缩起来，就是260个字的心经。这两个放在一起，不增不减，无二无别。大智度论也，大智度论有100卷，解释大般若经的。是诸法实相中，决定不可得故，名无所得。诸法是一切法，一切法的真相，实相是真相，不是说它的妄想，说它的真相，真相决定相不可得。所以称为无所得。为什么不可得？明了真相就知道了。这个真相难啊，太难了。我们学佛学了几十年，心经念了无数遍，有没有知道相不可得？没有。念着心经还是执着，无知也无得，执着。而事实呢？事实
我们还是在相争，以为有智有德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对于实相误解了啊，没真正懂得。什么原因没放下？分别执着没放下，我没放下。《金刚经》上说的，我人众生受者没放下。《金刚经》把宇宙万法归纳为我人众生受者，总不出这个范围。这四桩事情统一切万法，不知道啊，它是假的，不知道它是空的，天天念没入境界。又涅盘经曰：“无所得者，则名为慧智慧；有所得者，名为无明。有所得的，他对于真相不知道。”叫无明，不明白事实真相。无所得者呢，这是真正的智慧。这是什么智？无分别智。无所得之，学大乘的人常常把这桩事情放在心上，这叫疑情。这一句话就是一切法无所有，不可得。一切法无所有，是事实真相。不可得，是我们对它的态度。所以诸佛菩萨声闻缘觉，于一切法确确实实不再分别，不再执着了，分别执着断掉了，断了我们称他为圣人，不断呢称他为凡夫。所以《涅盘经》上说得好：“无所得者，则名为慧；有所得者了，名为无明。”讲得清楚啊，明白了。又说：“有所得者，
名生死论，一切凡夫轮回生死，故有所见。六道里头，生死凡夫，他有所见，他有所得，所以轮回永远没有止境的，没有边际，太苦了。菩萨不然，菩萨永断一切生死。是故菩萨名无所得。啊，无所得的人就是菩萨，有所得的人就是凡夫。事实真相一定要认识清楚，要搞明白。涅槃之说，上面经文《涅槃经》讲的，真究竟了义之语，上上感人。听了这个话，他的妄想分别执着立刻就放下，这一放下立刻就转凡成圣。没放下的时候是凡夫，放下之后是菩萨。没放下永远在六道搞轮回，放下之后啊，永断一切生死，跟生死轮回告别了。凡圣差别就在此地。所以说涅槃之说真究竟了义之语，这是黄念老对于这一段经文的赞叹。又真无所得者，人王经两笔书曰：无所得心者，无分别之意。啊，这个无所得的心，就是真实智慧。又《维摩经》慧远大师的书上说，菩萨破去情相，到无得处名无所得。经云：正无所得，就是
慧远大师所说的道无得处，他真到了啊。到什么地方？到无所得。经论，书就是论，经是佛说的，论是祖师大德菩萨说的，一个意思。啊，那回过头来想想。我们先前念念依然是幻时幻的，我们在此地学习如来的大乘，没有真正放下。确实有得有失，患得患失，忧虑重重啊！啊，心思杂乱。佛经上讲的这些话，我们懂，我们听得耳熟，在我们起心动念之处，没落实，啊，遇到外面的环境。人死依旧会受严重的干扰，啊，这是学了佛法了，不得其用。啊，如何能够学了之后马上就起作用？那叫真学。理上如，行上如。念念都有入处啊，这是慧学，真正的如来弟子。我们不能不在这上面留意。啊，要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在这上做功夫，其如境界。下面这一句，以方便之，增长了之。啊，方便之，
又名全智，全巧方便，应用的时候活活泼泼。一丝都不怠慢，乃大于方便法之旨，大事通达，明了。每一天面对着境界，面对着万法，用什么样的心态方法，无量无边。无量无边的方法，有最适合的，最适合的标准是什么？对于自己来说，真实智慧；对外面境界来说，有助于他悟入啊，这叫善巧方便。又为行方便之旨。你看，达于方便之旨，行于方便之旨，全智与实智相对。通达一乘真实之法，这叫实质。了知三乘全化之法，名方便之。在佛法里头，佛有实质、根本质，知万法皆空。一切法不可得，佛教众生，众生根性不起。佛的教学方法有浅深不等，那么这些教法不同的方法，都是引导学人逐渐的悟入真实，到终极的目的地完全相同。这叫用全智引导他入实智，这叫正法。
又设智者体也，全智者用也。如来成佛之本体，在于设智。一代教化的妙用，存于全智。显教所说的全舍而止，从体上讲是止，从它应用在生活，应用在工作，应用在处事待人接物，叫全智。善巧方便，这里面必须得辨别清楚，否则的话呢，我们会产生严重的误会。那就是一定要立想，一定要不执着，才是真智慧。着相是烦恼，执着是严重的烦恼。轮回也，菩萨实质的运用，用得非常灵活，甚至用得很复杂。但是没有影响到菩萨的清净心，没有影响他的平等觉，这叫妙用啊！我们凡夫不是说用智慧，没有智慧啊。凡夫有的是什么？知识。从小到大学了很多知识，所以点点滴滴都放在心上。他会回忆，回忆是阿赖耶的种子起现行，很不容易脱离轮回啊！那为什么造轮回业？菩萨不然，菩萨所有一切的造作，作而无作，无作而作，作真干呢，跟我们一样的干。无作是什么呢？心里头不落印象。我们一般所说的不放在心上，那就是无作。他做跟无作同时同时做，全部放在心上，
心是什么呢？清净平等觉，没有受到丝毫妨碍，这叫妙用啊，这叫真功夫啊。不但六道凡夫做不到，二乘圣者也相当困难啊，做到的是少数，多数还是做不到啊。他若能做到，超越十法界了。下面有密教以太藏莲花部曼陀罗的心，莲花台为实质，八叶就是八个瓣花瓣，开佛为全指啊，这是密宗的表法。大日经，是密宗主要的一部大经。这里头有一句话说：“诸佛甚稀有，全知不思议。”故知方便知。也不可思议。无量无边，因人而已，因时而已，因事而已，因处所而已，变化莫测。能调顺一切众生，这是如来的不思议智，如来的厚德智。度生妙用，全化之法。全有此旨我们要记住，全旨是实旨，用在四相上，就是无所得旨，无所有旨。为什么无所得无所有会起这么大的作用？这个能量没有法子去估计，科学家无法去探测，
为什么？他诚信，他是自信，本有的智慧德相，从缘显发出来。啊，是自信的本能，不是从外来的，是自信本有，不是哪个发明创造的。啊，一切众生。借由如来智慧德相，没有一个没有啊！佛希望我们对这桩事情升起信心，直下成道，我们成佛的缘就具足了，佛帮助你就很容易。我们怀疑佛有，我们反复造无量无边的罪业，怎么可能成佛？这人能不能成佛？不能成佛。为什么不能？他没有信心。啊，大乘教里面佛讲得清楚，你所造的无量无边的罪业，造作罪业所依的心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所依的缘是邪，不是真。啊，中国古人说一句话说得好，叫“邪不胜正”。无量界造的一些恶业，无量界通通依的是妄心。依的是负面的缘，不是正面的。那么你要真正了解邪不胜正啊，无量界造的是邪心造的，现在我一念正心，念阿弥陀佛，就能把无量界的罪业消得干干净净。那为什么我们天天念佛的时候，我们的业消不掉？消不掉的原因是不相信。佛说的这个话说得很好，我听了也欢喜也舒服，但是我不敢相信。为什么不敢？没听说这个道理。啊，对于邪正这个道理没搞清楚，没搞明白。真是发心啊，发心不生不灭了。邪是阿赖耶，阿赖耶是刹那生灭啊，一弹指有32亿，100000个万年，
那不是真的，它是生灭法。啊，每一个妄念都是独立的，不是相同的。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：相思相续相。妄心，妄心造业，造无量劫，敌不过真心一念。那真心一念的功德，就把它全部都化解了，消除掉了。真心的能量多大？啊，我们明白了，真搞清楚了。待人接物用真心，不要用妄心。为什么？我要消业障。我如果继续用妄心，我的业障消不了。我从今之后用真诚待人，用清净待人，用平等待人。啊，用慈悲待人。消业障消得快啊。啊，学了也会用，不怕吃亏，不怕上当。为什么？假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不是真的吃亏上当，不是的。万法皆空啊！啊，了解真相，心安理得。心为什么安？道理明白了。道理不明的，不明了啊，心不安了。道理明白了，心就安了。啊，理不明白，还有疑惑，经教非常重要。啊，可以用读经教的方法。啊，读的时候不要想经的意思，啊，念得很清楚，很明白，没有念错，没有念漏掉，一心称念，变数多了，心定啊，久久在定中，不定什么缘触动你，豁然大悟，你开悟了啊，开悟就一切通达明了，后得知现前。啊，千变万化的，轮回境界，你都能够很从容地应付它。啊，自己超越了，也能帮助别人。
所以下面说，又从实质以求全知，也就是从根本知而达到差别知。差别知不要学的，有根本知一定就有差别知。故曰增长了知，增长了知是增长后得知，增长差别知。连伴之胜福，比喻增长。连伴之初开，比喻了知。新年八伴开复，正行增长了知之意。密宗用这个表法。花开了，花瓣展开了，看到里面的莲蓬、莲台，正表从方便智智开明，而彻心心。方便智是从根本智流出来的，根本智的启用，由于这个作用，显示出有根本智。因为根本之无相无相无作。那方便之呢，有相有作。从有相有作里面能悟出无相无作的根本之。下面是这一篇最后的一段，物有自性，我们要特别重视。为什么呢？现在世出世间法，好老师没有了。我们怎么成就？有这一句就放心了。物有自性，不在外头啊。我们就放心了。你看看经上怎么说？从本以来。按住神通得一尘道，不由他物啊。这个四句偈说得好啊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从本以来安住神通注解说，度生四种不离神通，通是通达，没有障碍。神也是通的意思，
在此地，他有超越了世间人知识，超越世间人的认知，有这种大能在，而诸神通，神通是指六通，别人见不到的，你见到了。所谓除肉眼之外，有法眼，有慧眼。你证得智慧，五种言都能现前。这些神通从本以来自然安住，非从外得，如《圆觉经》上所说的，本来成佛，故曰从本以来安住神通。到时候他自然现前，中国老祖宗所说的度数千变，其义自见，那是神通啊。你怎么通的？没人教你 自然通了。真的自然能通吗？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为什么你不通？你违背了自然，所以你不懂。你要随顺自然，你就懂了。你们要不相信，你细心观察婴儿，不满一岁的婴儿都有神通。你细心观察他，他在睡觉的时候，看他面孔的表情，有时候笑，笑眯眯很快乐，有时候感到很恐怖，什么原因？我们肉眼看不到的，他能看到。他看到天神，他很快乐；他看到妖魔鬼怪，他恐怖。他说不出来。有些说出来的，会说话的小孩说出来。父母常常责备他胡说八道，吓得他不敢说。他是真看到假的，大人不相信，因为大人没看到。说他在说鬼话。天眼天耳，
我们听不到的声音，他们听见。啊，所以有些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理上讲得通啊。啊，小孩所说出他看到的情节。啊，还没有来的事情，他先知道了。啊，下面一段，全是二智俱明，神通自然暗住。啊，神通是从智慧生。定能现神通，知能现大神通。妙德公园若于实相，正无所得，以无所得故，得也成道。也称道是佛道，成佛之道。啊，由于他的妙德功夫圆满了。啊，妙德是什么？我们举最简单的例子来说。大家好的，仁义礼智信是德，行仁义礼智信，心里面的不着相。妙啊！啊，为什么？不着相，跟自信完全相应。啊，着相呢？着相变成善行，有果报。果报在人天，不能出轮回。如果行仁义礼智信不着相，心地保持着清净平等，啊，就是大乘教里头所说的菩萨修行。三轮剔口，啊，不着能修这我相，不着所修的法相，也不执着对一切众生的福利，不着这个相，啊，那这个果报呢？六道里头没有，他就超越了，这叫妙啊！那我们修四识，修六度，不着四识的相，不着。六度的相，与法性完全相应，这叫妙德。啊，凡夫修行着相，着相就六道里都有果报。啊，不着相没有果报。
啊，妙德的功圆满了，功是功夫啊，圆满了，自自然然就入实相。啊，实相是什么呢？实相是无所得。实相是不可得，无所得不可得得一真道，一真道成佛了，究竟圆满的佛果，叫一真道。华严经上。妙觉如来，一真道。无上正等正觉，无上菩提，都是一真道的一面。下面说，即圆真究竟大觉之佛果也。不由他物啊，唐乙的本子。无量寿经，唐一本，得一成道，无有疑惑。与佛教法了，不由他物。这就是自见其义，与佛的教法。自己全都明白，啊，不接触的时候不知道，一接触就知道，啊，一看就知道，一听就知道，在中国。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，他的根本之的根本之，当然就有何德之。根本之，是空慧，是无知，般若无知，就是清净平等。啊，有缘呢，他就救。无足仁大师跟他讲《金刚经》大意。他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这是缘。因是什么呢？因是根本之无知。
他的心清净平等，跟佛一样。所以他听经，听了几句，他就明白了。把你讲的意思说出来，吴作一听，果然不错，一波就传给他了。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开悟了。不用听完呐。不定在哪一句上开悟了，句句都能开悟。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六祖在这一句经文开悟。我们把这一句报道执着不放，我一生就念这两句话，能不能开悟？不能开悟。个人语言不一样，我们念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一天念十万声都不开悟。不如念阿弥陀佛，一天念十万声可以往生。往生跟开悟是两把事情。往生是阿弥陀佛的本愿。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不是如来的本愿。第一次搞清楚，搞明白了。慧能大师在避难的途中，遇到无尽藏比丘尼，是一个夜门深入，真正的学者。他选的是《大涅槃经》，夜门深入。每一天都诵啊。能大师遇到了，听他念经，他坐在旁边听他念经。等他念完之后，能大师就把这一段的经文的意思讲给他听。这比丘尼听到五体投地啊，捧着经书向他请教。他跟比丘尼说：“我不认识字，不要拿书给我看。不认识字，为什么讲得这么好？这个与认识字不认识字，与学过没有学过没关系。这就说明说其义自见。”法达禅师念《法华经》，念了3000多遍。《法华经》长，一天大概只能念一部。虽然七卷长，3000多遍要10年了，也是一门深入啊，长时选修，10年《法华经》。没开悟，
向六祖请教。六祖说：“你念给我听听，《法华经》28品，他念的第二品，方便品，还没念完。”六祖说的：“行了，别念了，我全知道了。”啊。跟他讲《法华经》大意，他开悟了。不由他悟啊，自己会开悟啊。什么道理？心同佛心，愿同佛愿，心同佛心。你怎么会不开悟呢？我们看六祖慧能，他的心，他的愿，他的心，跟释迦佛真的相同。啊，跟阿弥陀佛也相同。所以他能开悟。啊，如果我们的心愿心跟佛相违背，佛来给你讲经，你也不会开悟。为什么？你跟佛不相应啊。佛是什么心？无所得心。我们的心有所得，还要给人竞争，还要给人斗争。唯恐我得的太少了，竞争，竞争到死亡，你所得到的一样都带不去。辛辛苦苦忙了一辈子，空忙了，一样带不走啊。古德说得好啊，万般将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你能带去的罪业。除罪业之外，一样都带不去，一分钱都带不去。啊，佛菩萨觉悟了，明白事实真相，所以他对于这个世界，一切人事物，全部放在心上。断卧修善，积功累德，这个带得去的。他带着这个功德了，不断提升自己。啊，所以他知道，佛教化众生的方法，他明了，佛能做的他也能做。至于为一本做会有心处啊，经言书里头的解释，真解法中，明慧心处。
盖为正舍明悟啊，发愿自性，名为慧有心处啊。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心。于是乎，我们就明白了，佛之所以能成佛，是心。我们的心体跟佛一样，没有两样。从体起用啊，不一样。啊，佛用心，大功中正，没有私心。没有邪心，没有偏心，没有妄心，永远如如不动。我们的心轻浮飘荡，不定，佛性是定。能生万法，生十宝土啊，不生十法界，不生六道轮回啊！啊，那佛应化在十法界，应化在六道轮回，这什么回事情？这是众生有感，他化身来引，啊，这是一片真实智慧，真实慈悲，引导我们脱离了道，脱离十法界。所以慧有心处，心能生智慧，能生烦恼。清净心生智慧，平等心生大智慧。啊，染污的心生烦恼。高下不平的心生烦恼。下面引用往昔无量寿经钞，这是日本人的著作啊。往昔也是亲近善导大师的，他说以往即断，设理或正，必能正智，不由他生，必有心处。啊，这几句话说得好啊！佛教人，世间圣人教人，都把心摆在最重要的课程上，佛法、
信为道源功德母，信心。是菩提大道的根源，是一切功德之母。母，比喻能生，能生一切功德。为什么？我们不用我们的心生功德。流出业尘大道，为什么用我们的心去生烦恼，流出六道轮回？就很明显摆在面前了。诸菩萨们善用其心，用得好啊，六道凡夫用错了心啊，同样是个心，用错了。用在自尊自大。用在供高我们。用在五毒食物，全用错了啊！所以我们的果报完全不相同啊！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土，我们搞六道轮回。既然在六道里，就一定要知道，六道众生在三途的时间长，在人天的时间短暂。为什么？我们造的恶业比善业多。善业少，所以人天时间短。我们造的恶念多，恶道时间长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不能不把它搞清楚。往昔无量寿经抄着的时候，以往即断，舍利真实之理或者真实之理就是不可得啊，必能证智，能证真理的智慧就是实智，无分别智啊，这个智是由心生的，不由他，他生必有心处。念子在底下给我们解释，改为心已永断。心是极小极细。细微的疑惑都永远断掉了。这个时候朗然大悟。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。顿
真真理，像慧能大师一样，顿真，一无一切无，释迦佛当年在世，也做这个事情。释迦佛是从禅定开悟的，慧能大师是听教开悟的。开悟的方式不一样，悟入的境界相同，一丝毫差别都没有。一物一切物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没有一样不同的。我们希望现在年轻同学对这个理念方法要相信，真干，做榜样给大家看，大家才会相信啊。没有榜样，我们这样说，他不相信，他不敢试验。真能开悟啊！尽心成佛，就是得一真道。明心见性就是顿真真理，这一成道成佛了，说能证此一成道的智慧，必从自性处，绝不从他处生也。下面慧疏也说，断除以往，智慧自生，由心者，无私自然智，而不由他物。诸师大德所翻译的，所解释的意思都相同。下面念老为我们解释慧疏这几句话，盖为所生之智慧，乃无私智，没有老师。自然之，没有老师，自自然然就明白了。度数千变，其一自见，我是无私之，是自然之。即使无私之，则不从人得，复是自然之，则不由他生。故曰：慧有心处，不由他物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！我们要相信的，我们要如法修行。把无私智的道理、自然智的道理做出来给别人看，他就相信。那我们要问，是不是每一个人用这个方法都能得到呢？
是肯定的。关键在哪里呢？断疑生信。你还有一丝毫的疑惑，那就是你的障碍，你就不能证得。啊，这是关键的所在，决定没有疑惑，决定要肯定啊。佛所说的话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那当然有效果。佛这条路行通，我们这条路必然也是通道的，一成道。从理上讲，非常简单。我们在先前能够把执着放下，我从现在起与一切法了，不再执着了。执着真的断掉了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就证阿罗汉果。如果我们能把分别再放下，就是菩萨。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，不起心不动念就成佛了。要多长时间？就在一念。一念放下，一念就成佛；念念放下，念念就是佛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要知道，啊，念老在此地教我们，上至三俗可以互参。啊，这三种注解可以合起来看。啊，纵之则为朗然大悟，正如实相。无思之、自然之等等妙之，秉然其心。秉是明显。啊，像火光照住，非常明显，通通都显起。啊，无私之，自然之，不需要别人的。我们过去多少年？虽然学经教，像这些经文也都念得很熟，也都讲了好多遍，实在说呢，没起入啊。遇到事情还是忧心忡忡啊。啊，譬如马来西亚的同学
发心，要把从前贪痴文化教育中心所做的那边解散了，希望在马来西亚做，这就是汉学院的缘起。他们是真干的，建校不难的，有钱就可以建的。老师到哪里去找？没有老师，怎么能学得出来？这是真正问题之所在。那我们讲《无量寿经》，这一遍是第十三遍，前面十遍讲经没有讲注，后面这个三遍讲注解。我讲到这个地方啊，信心升起来了。为什么？有无私之，自然之啊！释迦牟尼佛他有，慧能大师他有，我们肯定每一个人都有。那就得要遵守一门深入尝试熏修，要守住这个理念，要遵守古人的方法，那就是多读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无私之自然之现前了。真的不是假的，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放心了，念了注注的好啊，引用的是经论，引用的是祖师大德他一个人说我们未必能相信经论上都是这个想法，中国的祖师、日本的祖师、韩国的祖师也都是这个说法，我们不怀疑了。物有自性，非从外得，从门入者不是家珍。从门是跟别人学的，你是别人的门人呐，门人是学生呐，不从门呐。释迦牟尼佛没有从门入啊，慧能大师没有从门入啊，传《古兰经》的穆罕默德不认识字他居然能说出一部《古兰经》，别人记录下来成为经典，那是什么？无私之自然之。可见的无私之自然之，不一定是在中国儒家、道家、佛家，不是，其他宗教的也有。
只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只要寻找这个规矩去做，就能成功。坚定信念，绝不悔改，不后悔，不改变，一直做下去。决定有成就，自己也不要有成就不成就想，为什么呢？那是疑惑。常常想，行吗？我能成就吧？还是不能成就？这个念头不好。要学无量寿经，就念无量寿经。要保持一天，10个小时，用时间来算，10个小时能念多少遍就念多少遍。为什么？10个小时在修定，在修念佛三昧，用念经的方式来修，因为你念经，你就不打妄想，你就没有杂念，有妄想有杂念就念错了。这个方法不是叫你记得的，不是。念熟了，念久了，自然会背，那是附带的，那不是我们这个读诵的本意。读诵的本意是得定，是把心里头的妄想杂念念掉，不允许有妄想杂念进来，是这个意思。真正定了之后，不一定是什么缘分，豁然开悟。开悟，这叫大彻大悟。这个可贵呀，明心见性的。六祖慧能大师曰：“密在入品，故知诸佛密藏本来具足。悟则明心，不从他得。故云：得一成道，不由他悟。”能大师这一句话，是他在逃难的时候，悟明法师给到他了。明大师没有出家之前是四品将军。他们来赌一搏。能大师这个时候遇到了，没办法，把一搏放在路旁边，自己藏起来。这是个将军，一搏居然拉不动，这就是胡法身事情。一个将军，这个一搏拉不动，他马上就忏悔，知道自己错了，就喊着慧能大师：“你清楚，我是为法来的，不为一搏，请你出来为我说法。”能大师给他说：“他真开悟了。”悟了以后，他问：“还有没有秘密的？”能大师：“密在入品。”这句话是这么来的。所以要有信心。
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